今天呢，我们要找到一个东西，把这边脚架给全部都取代掉。欢迎收看萤火部落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Momex 的轻量脚架。我先介绍我之前用脚架，有大到小，可以像这一只。所以这是跟了我大概超过十年的一个 Manfrotto 190B 系列的一个铝合金脚架，它很耐用，很强壮，跟了我十几年从来不会坏，但缺点就是很重。但是我之前的相应设备也比较重一点，因为以前像那个 5D2 也属于比较重量蛮重的一个相机，加上全幅镜头。接下来也是我有时候出国会使用的，这也是 Manfrotto 随身脚架，它也是金属制的，但重量蛮重的。它也是一个具备休闲云台，旅行的时候呢其实蛮好用。缺点就是呢太短，以前还没有翻转相机，你要趴在地上其实很辛苦。同时呢我也有使用 GoPro， 当我用 GoPro 的时候呢会用像这样的自拍器，最长长度，其实这样很方便。缺点就是呢有时候放包包里面啊，插口袋其实都有点长。再来就是那个很多人买这个樟木脚架，这支也买了很多年了，我主要用在 GoPro 上面。缺点就是太短，真的很短，而且它其实不够稳固。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找到一个东西，把这边脚架给全部都取代掉。这是 Momex 出的一个铝合金一个反折脚架，它第一个特色就是轻。它重量呢我们来实测一下，817克含云台，低于1公斤的脚架，而且这是铝合金的，算是少数了。大部分就算碳纤维大概也在1公斤上下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使用这脚架给大家看一下，第一个它是反折的，反折好处就是它可以缩比较短。这个脚架收起来长度只有大概，我们实测看看，27公分，非常短，不到30公分。连云台，我把它打开来，好，就是打开之后的长度。如果呢不反折的话呢，是38公分。它是用一根锁定机构，也是解开3个。这有好有坏，有些是分开锁定的，它就是你要转一次可以转开3次打开，但是它分开锁起来。这好处是比较快，比较轻，缺点是呢你在锁紧的时候力道要大力点，因为它得一次用一个结构锁定3个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拉最长，中柱再伸起来。如果依照我现在大概是到我的腰胸口跟腰中间这里，我常是这样子。但是呢其实这样子规格跟脚架特色其实也很多脚架都有类似的地方。不同在哪里呢？中柱下面呢它有一个固定的，我们把它拆起来。拆起来之后呢就看到这脚架有个地方它有包橡胶，好处是冬天的时候呢 它握起来不会这么冰，不会冰你的手，而且比较止滑。但是呢特别在这里把它转开来，拆起来之后呢这两边可以结合在一块。好，结合好了，这变成是一个超长的自拍神器。这是结合起来之后的长度，长度大概是在48公分左右。伸开来呢，前面3节，这是前面的中柱的前面3节伸开来，80公分左右。打开来，这4节把它打开来。好，现在变成了这样，最高大概是150几吧，看一下到我的脖子下缘，这样大概145公分，它变成一只单脚架，跟一只超长的自拍神器。这种好处呢，我的今天我是用 GoPro， 这样可以拍的角度是很特别，几乎有点像是一个人远处跟着你拍，甚至有点像是一个空拍机跟着你拍的效果。这脚架这是它最短的长度，它可以分3段把它打开来，这边一个扣环，我们把它压下去，然后把它扣到第二段。这是第二段角度，这样是第二段。这个模式呢我实测完离地面高大概是30公分左右，这时候呢它也可以把给中柱给拉开来，像这样子。这是中第一段，第二段，中柱的第三段。要在桌上去使用的话这很方便，打开到第三段之后呢它几乎呈现水平状态，但如果打开到第三段呢，这时候呢中柱就必须伸上来，这时候的长度呢大概也是30公分。其实你如果想要角度架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，这样使用呢在中柱不倒插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就是最低的拍摄高度，但是呢它中柱可以倒插。怎么倒插呢？我示范给你看，给倒插过来了，这样子。这时候呢上面固定的是 5D2， 其实它这样几乎可以贴着地上来进行拍摄，但是你还是可以进行一些角度的调整，旋转角度。这是脚架倒插的时候，
的最低高度。第二个使用应用就当做自拍棒，但一般自拍棒其实要固定单眼，其实不太够力的。但这个脚架没有问题，把中轴给拆开来，所以基本上你这样自拍也很方便，最长角度背力够呢，这样自拍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其实这样建议是用 GoPro 来拍摄，因为 GoPro 重量比较轻，这样负担小很多。我现在把中柱呢接上了 GoPro。GoPro 实际上是我登山的目前主要的拍摄相机，第一个它小防水，而且随身好携带。我们现在看，这是用 GoPro 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。如果还嫌不够长呢，我把脚架的一节加上去看看，这是脚上加上去的长度。我们再把它给拉到第一段。这是脚架四节全开长度，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长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拍摄效果。我们先测试 GoPro 效果，现在是最短情况之下，中柱的第一段长度，是中柱第三段长度。现在是装上延伸脚架的长度，延伸脚架的第一段长度，第二段长度，第三段的长度，是第四段长度。到这么长，其实拍的效果有很多变化，例如说。好，我现在测试一下，我用中柱接上我的 77D 搭配10-18广角镜头这个效果。这是中柱的第一段，这是中柱第二段效果。这是中柱第三段的效果。装上延伸脚架，这是总共四节，中柱的三节加上延脚架一节的拍摄效果。这样其实就很重了。我现在搭配已经是77D 加上10-18广角镜头，上面有麦克风，这样子不过也才800多克，也算是很轻的单眼相机的重量。但这样其实四节就算是手臂能够承受的最大极限。但是呢，我就不建议再从延伸脚架再拉出来。第一个呢，太重了，承受不了。第一个，我觉得脚架承受不了；第二个，我的手腕也承受不了。单脚架模式呢，还有最好处就是可以省力。我们现在很多人拿单眼相机来拍影片，但单眼相机的设计呢，提拔其实完全不适合拍影片，会非常非常累。但是当你用单脚架模式之后，我们把中柱跟延伸脚架给装进之后呢，这样拍影片就非常省力。我们只要轻轻扶着，重量呢靠单脚架来支撑。这样可以调整拍摄角度，而且这样位置呢，以我172公分的人来说，然后刚好是在跟我眼睛差不多高的位置，所以其实很方便。用单脚架来拍摄呢，最大好就是快，有多快呢？我示范给你看。好，收纳完毕，这样子其实手持拍摄是可以的。这样拍摄其实比你这样抓轻松很多。这个脚架呢，我们介绍了它的单眼拍摄，它用 GoPro 拍摄。而且呢，它有贴心，它附上了一个手机的固定架，而且做质感非常好。虽然塑胶的，可是上面采用的是一个金属烤漆。我们现在把它储在中柱上面，所以它同时也可以变成一个手机的自拍器。这是 iPhone 7 Plus 搭配手机壳，固定完成了。这是 iPhone 7 Pro 加上这个还蛮厚的手机壳，所以呢，这样自拍就很方便。自拍角度 ，iPhone 比较轻，所以就算中柱拉到最长，延伸脚架拉到最长，应该还是手部可以支撑的范围之内。这是全部展开来的长度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示范是它另外一个功能。当它的手右脚架固定上去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云台把它调成垂直拍摄。这时候呢，我把中柱旋钮把它给松开来，这时候就可以旋转中柱。我们常用手机来拍摄360度的照片的时候呢，手会歪斜，所以当这个模式固定之后呢，可以拍出很完美的360度的照片。要加上细节跟收纳部分，这脚上大部分都铝合金制成的，那铝合金的骨架、
这边是铝合金的，所以它用是6061的铝合金。6061的铝合金呢，基本上就是跟铁差不多硬。大部分像我露营的营柱，都是用6061的铝合金在做。这个脚架呢，它没有快拆，是它缺点之一。但好处呢，就是它可以减轻更多的重量。第二个缺点就是脚架下方它并没有扣环。一般这种轻量型脚架呢，脚架中下方是扣环，我们会挂上包包，增加脚架的稳定度。下方没有固定扣环这个问题，其实很好解决，你需要一条绳子跟一个简单的一个扣环就可以了。扣环固定在绳子上面，把这个绳子套在这个中柱的锁边上面，把它锁起来。好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我们现在就有扣环。我们再介绍收纳部分，给一个很小巧的收纳袋。收纳其实设计还蛮精致的，它里面还有口袋，可以让你收纳这个手机固定架。收纳方式是先把这个中柱把它拉到最长，然后呢把三脚架给缩短。我建议方式是一次转开三次，然后呢一口缩起来，再把它给缩起来。按用这个开关，反到最上面。好，收纳完成。脚架这么短呢，有几个好处，携带方便不用说。第二个是方便登机使用。很多脚架呢，因为长度太长，没办法当成随机行李登机携带。这么短的脚架呢，是一定没问题，甚至放在行李箱里面都没有问题。那很多脚架需要挂在背包外面，但是呢，挂在背包外面，但我们可能在登机啊或旅途运行中啊，很怕撞到别人，所以呢，它也可以放到背包里面。登山携带的时候呢，一般脚架太长，我们放在两侧。但是呢，两侧你可能挂满其他什么拐杖啊、水壶啊之类，又挂满之后怎么办呢？这么短脚架挂在底部，它宽度也跟背包宽度差不多的，所以它非常好方便携带固定。接下来之后呢，我也带着脚架回去登山野营还有露营做使用。谢谢各位观赏今天影片，以上是我对 MoMate 的分享与介绍。如果任何问题呢，请留言，我都会尽可能的回答各位。那如果喜欢影片，也请订阅，谢谢，拜拜。